韩国女团 TWICE 子瑜和娜琏两人玩起互拍游戏，子瑜被发现平常很爱翻白眼，而且之前台上跳舞就曾经翻白眼过。子瑜说当时眼睛太放松，所以出现白眼，结果当场再翻一次白眼逗乐团员。근데힘안주는분인데그렇게쉽게그렇게쉽게눈이올라가해봐해봐눈이너무커서그러니까而一群人到野外露营，子瑜顾着烤棉花糖，场面也萌翻许多粉丝。먹을사람일단다섯개했는데야대박맛있겠다 어쩌면그거언제다해 왜오래걸려이게傻乎乎的子瑜烤了一下棉花糖，立刻拿给团员们吃，没想到获得大赞。나데뷔하고치즈아니야치즈데뷔하고나완전맛있어진짜大家一个接着一个，全着子瑜烤的棉花串吃得津津有味，也让粉丝笑说，看来子瑜平常不止很搞笑，其实也很贤惠。多谢收看台北。